难度是5.5，5.5在自由操当中的难度算不算太高？曾潘潘，贵州队自由操。好，后置两周，这是我们通常说的，希望有更多的女选手能够练出来大空分，而不是以转体为主。900前直，哦，540/360。后团两周，他团两周的高度非常好。在前几年，大概是在03、04、那几年吧。